山里看着水流磅礴，阳光也照耀我的胸口，寒在花落瞬间蒸发成勇气笑容，前方的路我不怕多崎岖多难走，我看一张一张天真面孔，青春无敌放不下执着，大声嘶吼，人有爱也有痛，决定一个梦我就要放大到整个地球。 Free World， 请为我加油，要做自己最完美的英雄，冲破每个慢动作，你绝对不是对手，凭着直觉冲破，胜利追来碰头。 Free World， 会为我感动，要做自己最骄傲的英雄，热情会源源传送到世界每个角落，开始第一秒钟我要坚持到最后。调职令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伟天，我正要去找你，你这……我知道，你要问我调职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为什么要调到更偏僻的国小呢？而且这么重大的事，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你是不是生我的气啊？不是啦，爸，你不要乱想。我这么做只是想把自己的教学经验带到更偏远的学校去啊，这样子我才可以帮助更多的小朋友啊。而且我知道如果我先跟你说调职的事情，你一定不会答应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你一个人到外地我不放心啊。这样好了，我也申请调职跟你一块去好不好？爸，我都几岁了，我又不是小朋友了，我可以照顾自己的。而且你一定要留下来，基西国小有你在，我才会放心啊。伟天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要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因为跟林启明没有结果，所以才想要离开的？爸，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啦，我申请调职真的纯粹只是因为我的教育理念，你知道吗？我会选择当老师，完全是受到你的精神感召。哎，我永远记得我当老师的第一天，你以校长的身份跟我说过的话。我说了什么？你呀，你说的话就好像跟全校师生讲的话一样。你说啊，我们教育这行呢，就好像百年树人一样，必须投入相当多的时间跟耐心才能看到成果。所以，我一直把你说过的这些话当成是我的座右铭。校长，你应该要支持我的决定才对啊。很好，这才是为人师表的精神。身为父亲，我很舍不得，但是身为一个校长，我却为你感到骄傲。既然你已经做了决定，爸爸全力支持。谢谢爸爸。哥，你怎么这么多菜？我是想哦，你明天要上场比赛啊，就让你多吃一点啊，这样才会有多余的力量啊，哈。谢谢。干嘛讲这些？多吃一点啊。怎么啦？我做的菜不好吃啊？不是啦，
哥，你煮的菜哦很好吃啊，只是我在想启明教练跟我说的话。启明教练跟你说什么？教练说，人生啊，就像棒球比赛一样，既然上场啊，就要把比赛比完。所以啊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更努力，要连马耀哥哥和阿远的份一起努力。达洛啊，你真的变得很懂事呢。来来来来来，多吃一点啊，把马耀跟阿远的份哦一起吃掉，这样你明天上场比赛哦，就会有三倍的力量。来。多吃一点。嗯，好好吃哦。阿爸，对不起啦，我最近都在忙着练球，没有空帮你顾店，你一个人可以吗？你还记得谁啊？我还忙得来。反正脚踏车这一行啊，已经没有什么利头了，它坏的地方就是那些零件而已啊。啊，有时候一整天哦，就没有几个客人上门哦。啊，对了，啊，你明天就要比赛棒球了，你应该专心一点。哎，莫手按多了。阿爸，你不是告诉我做人要学会一技之长，将来才能够养家糊口吗？啊。现在我已经不会逼你去接那个脚踏车店了，只要你能够为自己负责，保证不会变坏哈。你高兴做什么事情了，你就去做啊，做嘛还是做的。阿爸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拿一样东西给你看啊。拿什么东西啊？你看看，要耳朵拜呗。拿来帮我看做吧啊！我听拉拉说哦，像这种车子啊，都是四段循环档的哦，可以骑得很快，又可以载人，又可以载货，在台北很受欢迎呢。像这个 Suzuki 啊、Vespa 都是国外来的，所以我在想啊，机车比脚踏车方便啊，这样以后骑脚踏车的人啊，一定会越来越少。过几年啊，机车一定会成为全台湾啊最主要的代步工具。所以我才想找个机会哦，去学怎么修理机车。我是修脚踏车的底啊，我应该很快就可以学会。等我学会以后，那以后养家活口就不成问题啦。那郭模子啊，默默哟，你很有你的想法呢啊。阿爸，不但如此哦，等比赛结束以后，我要直接去报名参加夜校考试。哦，那这样好啊。很有上进心啊，想不到让你去练棒球哦，还学到那么多的事情啊，嗯，越来越实在了。爸，请你看一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高中联考的报名表。我想把所有棒球队的高中都当第一志愿，这样我就可以一边念书一边打棒球。爸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兼顾学业跟兴趣的。不管干什么，都给我好好的干。尤其是明天的比赛，一定要尽全力，一定要赢。不然你信不信？回来我就宰了你。是爸。是是董事长。我知道我知道，有了，我明天一定会好好比赛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谢谢董事长。好，董事长再见。妈，跟董事长讲电话干嘛？偷听啊？哎呦，不是偷听啊，我只是在想啊，你们老板那么有钱，他会不会说出一些自己赚钱的方法、啊。哎妈，我们董事长哦是很老实的建筑商啦，他盖房子从来不偷工减料的，所以才慢慢累积他的信用，才有现在的成就啊。哦，好了，哎呦，你真是跟对人呢，这个老板老实又会赚钱呢。你不是说那个建筑业很景气吗？啊，你老板啊这么看重你，你要好好研究怎么投资，有空的时候。
帮我问问他有没有便宜的房子可以卖给我们呢、啊？那我们再立刻转手卖出去，马上就可以赚到钱嘞。妈，这样子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太好嘞？这有赚钱的机会，我们当然自己要把握啊。五哥，我有件事情哦，想了一个晚上，我都睡不着，我没办法决定哦，要不要跟你去台北嘞？妈，哎，奶奶，哎，妈。你叫的那些货啊，明天公司会派车子送过来啊、哦哦。这是清单，谢谢你等一下，很正对。好，那我就先回仓库了啊，先帮你出货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那卫生纸要涨价，你帮我多叫一些哈。好、哦、好，没问题啊，我先走啊、哦。谢谢谢谢。林茂，你为什么叫那么多货啊？现在什么都涨价，我不多叫点货，我们杂货店赚什么了？可是，你不是说你在考虑要跟我去台北的事情？考虑我一整夜都睡不着，为什么要叫货？没有办法，职业病呢。我杂货店哦，我卖东西我卖了几十年了，没有他我心里不踏实啊。哎妈，其实啊，要不要跟我去台北？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哈。没有啦，我有认真考虑这件事情呐。我们在这里一起生活，这也是我们的根啊。如果你觉得待在这里比较自在快乐的话，那就留下来啊。我以后每个礼拜会回来看你啊。哎呦，你不早点，害我昨天晚上整晚睡不着嘞。好了好了，我待会哦还要去找阿公啊、高莲啊讨论明天怎么帮你们加油打气啊。啊，你不是跟大熊啊、二毛还有一些什么聚会吗？我们赶快收一收，好出发嘞，哈。大雄，生你还没说，比赛结束以后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大雄啊，生于没有什么大志向啊，只希望啊能一辈子卖馒头吃馒头，这样我就满足了。但是如果能再娶个老婆的话，我会更满足的。哇！明天终于要比赛了，比赛完以后，大家就要更奔前程了。说真的。我还蛮担心，明天我的控球会不稳的。其实我也蛮担心，我的体力不够，撑不到最后。我的脚程不够快，要是明天跑不动，那怎么办啊？不管我爸在哪里，为了证明给他看，我们一定要打赢这场比赛。就算要我倒在场上，我也不怕了。好。我们大家一起为明天比赛加油！哦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一瓶是阿远的，我特别为他留的啦。来，激起棒球，善意责任。嘿，哎呦，其实大家也不要这么紧张啦，我还在想哈、哦，我能胜完一局就不错了呢。哦，你怎么可以讲这么泄气的话呢？我们大家苦练这么久。怎么可能连一局都撑不下去？可是人家可是全国冠军队呢，实力很坚强。要是他们第一局哈就得了十分，那我们不就提前结束比赛了吗？哎，嘎造，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啊？那照你这样讲，我们明天就不用比了，稳输的。你这样子，娜娜怎么喜欢你？哥，不要乱讲啦。嘎造，好了。我知道你们两个都很喜欢娜娜，但是我希望啊，你们先把感情放一边，先专心比赛，啊。还有啊，我希望你们答应我，以后不管怎么样，一定不能因为感情而伤害到我们的友情，知不知道？比赛结束之后，我会给你们两个答案。不论如何，我们三个都是永远的好朋友。哎，我想到一句成语啊，君子之交什么水？淡如水啦！淡如水！哎呦，驸马，你这功夫啊来就好啊，搁带物件来，这真贵呢。
阿公，我这瓶酒是送给启明教练的啦，我不是送给你，你是沾光。哦，送给我。是啊，我是要谢谢教练，不是因为你哦，我们拉拉就不会有这么大转变呢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，是整个球队救了拉拉，而且他自己也很努力啊。像他最近为了当投手吃了不少苦头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听他抱怨过。是啊，他真的很认真哎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讲梦话啊，全部讲都是棒球，什么直球啊、变化球，还有什么下坠球哦，他讲的时候边这边比手画脚，哎呦，我看都笑死了嘞。凯明啊，明天的比赛你有把握？哎，是啊，高林啊，明天我们会赢吗？其实我并没有把握哎。身为教练，我只能相信我们一定会赢，但是就算赢也会赢得很惨烈，毕竟对方是全国冠军，人家实力还有各方面都比我们占优势。阿公，明天若是我们赢了，这瓶酒我们就开来庆祝。哦，好啊，这款是你的，你做主啊。好啊。啊，有影小王吼，有阿美国赛要回来啊！伊讲吼，伊讲啊，伊伫美国吼，甲迄个小麦学长组织结婚啊！啊！高林啊，我想讲啊，哎，人生就是这样咩？多恋爱几次就会坚强啊！你看我富妈，还不是结婚四次？富妈，你不要为我担心了，小五结婚是喜事啊，祝阿公啊早日抱曾孙。哎，恁两个不言了。阿公啊，小麦是个很好的人，不但人品好，学识又好，更难得的是啊，他还是个很有爱心的医生。我相信小五嫁给他，一定会很幸福的。教练，我告诉你，他三个家没有来，来帮忙。爸，教练，你在做啥？阿江暗困，明天在边头就是要比赛了哈。阿公，我们都太紧张了啦，大家都睡不着啦。我平常哦，只要一倒下去就睡着了，可是今天晚上好奇怪啊，翻来覆去也睡不着啊。我也是呢，而且不止我睡不着，我爸也睡不着呢。哎呦，你们讲什么紧张睡不着，还有自己也紧张起来嘞。妈，明天是这么重要的比赛，我相信不止球员们，还有大家的父母，应该也都很紧张。不过大家还是要睡一下，明天才会有体力啊。对了，教练。既然大家都在哦，我有个临时动议了。说吧。明天哦，是我们这期棒球队重组的第一场比赛。很可惜，我们的队长阿元去世了，所以我们目前没有队长，这样是不行的。我提议哦，我们现在就推派出一位新的队长。好，好，好，没错，我们的确需要一位新队长。不反对，虽然阿远已经过世了，可是他是我们心目中最好的队长，谁也不能取代他。达鲁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是明天比赛的时候我在场外，场内需要一名队长来执行战术指挥大家，否则战术是没有办法执行的。是教练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提名新的队长人选吧。我提议阿苏啊。我附议，阿苏以前当过队长，现在再当的话，一定驾轻就熟的啦。嗯，我赞成。请大家安静一点啦，我真的觉得我不太适合当队长啦，而且我小时候也当过啦，是不是应该换别人来当？哎呦，阿苏啊，阿达拢在支持你，你敢好意思拒绝？
不是阿公，我也感谢大家支持我，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不适合。是吧，教练尊重你的意见，如果你不想的话，大家当然不会勉强你啊。但是看在大家这么支持你的份上，你再提一个人选出来给大家表决。嗯，我选择达鲁，因为达鲁是我们球队上球技跟体力目前为止最好的人，而且他还比较聪明啊，所以我建议由他来当。我也赞成啊，达鲁是我们球队现在最稳定的了，他来当队长哦，大家一定会很放心。我也赞成啊，他书念那么好，爱好听记得住，不像我背一个忘一个。那好，赞成达鲁当队长的人请举手。达鲁，你愿意当队长吗？好。耶、yeah. yeah. 好，大家注意，既然大家请我当队长，那我们在比赛前天晚上就要玩小时候的游戏。好，每人说一句鼓励的话。好，一棒。我明天一定要打专打。二棒。明天大家一定要团结，团结就是力量。三棒，大雄。那我要说什么？讲些鼓励大家的话。如果赢了，我请大家免费吃馒头。谁啊？第四棒啊！谁第四棒？明天就要比赛了，你还不知道第四棒是谁哦？第四棒是达鲁队长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四棒。我们要连马耀哥哥还有艾恩队长的份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第五棒。嘿，老棒，你明天就拼命的投快一点，我一定会接住的。好，我会的。第六棒。明天哦。我一定要接杀所有的外野高飞球！第七棒，我明天哦，一定要三振所有的打者啦！明天哦，我要打出全垒打棒！我希望我爸能来看我比赛。妈别想，您爸爸哦，真紧就回来啊。嗯，好了，大家早点回家休息，明天球场见。教练晚安，阿公晚安，父妈晚安，晚安晚安嘿。大家晚安。激情棒球，善意责任。激情棒球，加油加油。激情棒球，善意责任。激情棒球，加油加油。真久唔捌看我这番情景诶！是啊，这支持也有棒球队可以去比赛咧。支持棒球，善意责任。支持棒球，加油加油！支持棒球，善意责任。支持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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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练，真的谢谢你们愿意出赛。林启明，我还是那句老话，我们两队的实力相差太大，你随时可以退出比赛，我不介意的。你们的球技的确很厉害，但我们击棋也有很大的进步，所以请你们不要有所顾忌，尽管发挥你们的实力吧。我要看你能不能撑过第一局。对，有些话我们听听就算了，不用当真，好不好？回去准备了。
速好快哦，这样怎么打啊？我连球都看不清楚了。大陆，站！各位，不要紧张，上场一定要稳住，才能冷静的选球。教练，我们要不要等对方投手多投两球，我们再挥棒试试他的球路啊？不必，把握每一颗球，好好的打。但请各位一定要冷静，不要被他的气势吓倒。在场上，只要大家冷静，就一定打得到他的球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聚一起报仇，大义责任。聚一起报仇，加油加油！比赛开始。打专打呢，这样大家士气才上来。好，知道吗？来，加油！大雄加油！想到拉拉的球速也这么快，虽然快，但对方球员个个都是强棒，不一定压制得住。他要够稳，才会有破坏力。
我走。失误了，这下大家只会更放不开。大家一定要稳住啊，这才第一局啊。三垒了。裁判，暂停。娜娜，阿荣，不用急着补位啊，先注意球的落点吧。好啦，肩膀放松一点，硬邦邦怎么投啊？大家一定要再更稳一点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好，加油！大家加油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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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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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什么鬼啊？投那么高怎么接啊？不要吵了啦！刚才教练不是叫我们冷静一点吗？你们怎么又吵起来了？这群杂白鲸的防守实力不错。各位，不要气馁，这才第一局，比赛才刚开始，大家都有发挥平常应该有的实力，只要我们坚持这股气势，我们一定可以反败为胜的，好不好？加油！是，教练。
是冠军队，我们的攻势都被挡下来了。虽然是冠军队，也会有弱点。你没发现我们的球员都能击中对方的球吗？对，上一局被三振的，这一局都能够打到对方的球。这代表我们已经稳下来，不再紧张。接下来，比赛才真正开始。二毛打出全垒打以后，我们已经连得了三分，大家已经把气势打出来了。记住，接下来一定要守住对方的攻击。是，教练，收场。在连得三分后，大家果然发挥实力，对方打者一个被接杀，一个被触杀，但拉拉的体力这样下去消耗很大，我祈祷他能撑完比赛，因为我们没有投手可以换。达鲁也善尽当队长的职责，表现得比每个人都拼命，但这也是让我最担心的。大陆，
你们怎么样啊？没事啊。哎，你流血了，你手指。好了，没有关系了。小心点啊。好。裁判，暂停。大陆，哎，怎么样？手怎么了？没事啊。我去拿药箱。哎呦，安尼弄安尼。打鲁啊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打了那么多年的球，来，我知道你很想赢球啦，可是你自己要小心，不要让自己受伤啊。哦，哥，我知道了啦，快帮我包啊，要上场比赛。好啦。姥姥，你还好吧？还可以啦。你真的可以吗？你看起来好像很累。二毛，拉拉他一定可以的啦，他是我们全部人里吼身体最好的一个，他一定可以撑完九局的。卡超，不止我要撑完九局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撑完九局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候补球员啦。拉拉。放轻松点啊，要不然你后面就没体力了。我会了，为了大家，我不会放弃的啦，我会坚持下去。剩下最后一个棒次，好好守住这半局啊。阿公啊，拉拉看起来很累的样子呢。伊第一届上到做头奖哦，都对了这强的对手，一定真吃力。拉拉，加油！加油！谁？大陆，你行不行啊？我还想问你行不行。要是累的话，就换人啊！昏头，我们九个人而已，要换谁？受伤了，知道吗？哎，加油，加油！累了，我靠你啊！加油，加油，阿斌，斌加油！六比五，
只差一分了，我们一定要守住下一局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得分，我们才有反败为胜的机会，知道吗？是，教练。不管是输是赢，我没有遗憾。我没有遗憾。让我们把这场比赛当作人生最后一场比赛打，好不好？好。委屈时候没有你陪着我心头，一切都是我太过骄纵，以为你会懂，一直忘了说我有多感动。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，虽然只要我